讲起马国女神，唔少人第一时间会谂起林明晶、李元玲呢类性感尤物。除咗索爆靓女，其实都有出产行清纯文青路线嘅靓女噶。讲紧嘅咪最近留喺香港发展嘅林宣如咯。佢拎过2017年国际中华小姐亚军，仲拍过无线嘅剧集《反黑路人甲》同埋《使徒行者三》等。不过2020年约满离巢之后，就翻咗马来西亚发展，直到签咗新公司之后，就决定专心留港发展。早几日林宣如27岁生日，佢阿哥林家俊就特登飞到嚟香港同阿妹庆生。向来都系焦点嘅林宣如啊，今次俾阿哥抢晒风头啊！唔少网民都好惊讶，原来阿妹收埋咗个靓仔阿哥，仲有人话阿哥壮养台湾男星秀杰佳，难怪有网民留言话系贾静雯老公，太似秀杰佳啦。其实林宣如唔只得阿哥，仲有一个家姐同埋细妹，四兄弟姊妹嘅颜值都相当高啊，都可以侧面证明一件事，林宣如就应该系一个天然靓女啦。